里头不让拍照，毛泽东故居里的，而且他那个毛泽东自己本人卧室里还站了个卫兵，当时他都替他尴尬，好可怜，这么多人人来人往的站在那里，工人在看两眼。这片空地是拿来晒谷子的，晒谷坪。哎，不能进去，不能。这一个草屋是什么？晒完谷子在这里放谷子的粮仓。妈妈，我好像有。看，这就是茅草屋呗。上面呢，可能是留底下换气。毛爷爷小时候啊，上边这玩意儿在这上面劳动过。也不打一块地儿，能晾多少谷子？现在晾谷子，比这个面积应该大多了。不过它这个是湖南山多，可能有这么块平地也不容易了。但是人太多，但是不用讲太少了。那个糖不错，那个好像是吃的。要吃汤，可以养点鱼。他那里头还有牛棚啊，然后竹圈啊，然后还有，这门口还有一个小菜，容易着火。小菜，那就是相当于消防的作用。哦。清洗农具，浇灌在菜地上都是。哦。原来这个是吃，是拿来干这个的。他不是养鱼，原来是拿来。防火的，也可以清洗。这农具就是个，纯粹就是个大水缸了，相当于。哎，这个景还真不错呀，一片稻田。